JJ 遭强力雷射比射眼睛，网站周杰伦粉丝搞的。重重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感情的纸皮夹克慢慢具体了，成型了，你的名字写了，回答了，感觉太深刻，你是我的颜色。不是原色，是被激光颜射。今天在上海虹口足球场，是 JJ 林俊杰8月19号巡演到中国，观众席闪烁着荧光棒、手机照明灯，殊不知还藏着杀手级的雷射光笔。歹徒在微博 PO 成果照，标注今天照的还是有点歪，明天继续，可见是蓄意为之。还专往眼睛射，超恐怖的。JJ 感到眼角有雷射光，明显低头躲避呢。尖叫声。粉丝开始办案，竟卷入 JJ 的好友 J 周杰伦。这歌迷群组讯息在演唱会前透露，我们后天要去看进步演唱会，已经把激光笔什么的准备好了，而且还是内场前排，希望能把它给照瞎。哈屁哈，会出事啊！蓝色光源对准气球，不到一秒时间，气球随即被射破。这一款被踢爆的激光笔可以拿来观星使用，有5万毫瓦，超出标准值的100倍。光是灯照到眼睛，不到3秒钟，视网膜已经受伤。磕皮都玩过啊，证明这不是闹着玩的。唯一的是双 J 两造粉丝因此互泼脏水，还有。有人说是 JJ 的歌迷自导自演挑起事端啊！我跟杰伦应该算是认识最久的艺人朋友之一了。人家天王感情好的不得了，真的是皇帝不吵吵死太监呢！三立娱乐新闻报道。